皆さん、みんなの日本語クラスへようこそ。今日も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先生は昨日、タオバオで買い物したんだ。で、今日はどうしても落ち着かないの。今どこにあるかな？今日中に届くかな？遅いな、もうイライラするって。みんなはこういう経験ないかな？私は一人じゃないって教えて。なんだか出そう、もうすぐ出そう。ドレミファプププ、うわあ！よし、では単語の勉強を始めます。今日の新しい単語はちょっとつまらないかな。ちょっと硬い名詞の単語が多いからね。今天的单词大部分是一些日常口语里用不太到的名词，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法，所以大概会讲解的比较快。看来今天的课程可以早点结束呢。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第一个单词，包みます。包みます。包みます。字典型，包む，包，包上，包围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一家人逃亡的时候，把衣服、行李什么的塞进一张布里面，然后包起来，背上就能走了。那这个呢，就叫做風呂敷に荷物を包む，把行李包进包袱里。風呂敷指的就是做包袱的那张布。另外啊，这个包む经常作为被动态出现，表示被什么什么包裹，被什么什么环绕的意思。比如謎に包まれた男，这是什么意思呢？被谜团包裹住的男人，也就是谜一样的男子，对吧？还有霧に包まれた山，被雾环绕包裹住的山。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单词，大家现在都爱用淘宝网购，对吧？那在淘宝上买了东西，就会有包裹送来。那这个包裹呢，用日语说就是小包み，小包み，写成小包两个汉字。好，那关于つつむ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是沸かします。沸かします。沸かします。字典型沸かす，烧开什么什么，使什么什么沸腾的意思。比如最常用的お茶を沸かす，烧开茶水。風呂を沸かす，烧开洗澡水。还有意思抽象一些的観衆を沸かす，指的是让观众情绪高涨。再举个例子，天下国家を論じるほど青年の血を沸かすものはない。这里的青年の血を沸かす，大家说说看是什么意思呢？让青年人热血沸腾，对吧？没有什么能比谈论天下国家大事更能让青年人热血沸腾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关于沸かす，大家记住老师讲的这几个搭配基本上就够用了。好，接下来混ぜます。混ぜます。混ぜます。字典型混ぜる，意思是混合，混入什么什么，掺杂进什么什么。比如说酒里兑水，就是お酒に水を混ぜる，把水泥和沙子混在一起。セメントと砂を混ぜる。再来一个，以前老师见过有的同学跟日本人聊天的时候啊，非常努力的讲日语，但是啊，总会遇到很多不会讲的，于是就时不时的冒几个英文单词出来，就这样也能聊了大半天呢。那这个日语里夹杂着英语说，就叫做日本語に英語を混ぜて話す。那语言嘛，就是一种工具，能达到交流的目的就完成了使命。所以啊，即便是说的不太好，即便要掺杂一些英文，最后能成功的和对方沟通，这样就很棒了。大家如果有机会和日本人聊天的话，也要多多努力用各种方式和对方达成交流的目的哦。その時は怖がらないで勇気を出して頑張ってみなよ。好，最后一个动词，計算します。計算します。計算します。字典型計算する，意思是计算算。
比如損益を計算する计算盈亏、税金を計算する计算税金等等。好，接下来是一对意思相反的一形容词，表示厚的阿ツイ、阿ツイ、阿ツイ。比如阿ツイ本、厚厚的书，以及表示薄的薄い、薄い、薄い。比如唇が薄い、嘴唇薄。阿ツイ这个词是不是听上去很耳熟呢？耳熟就对了。因为我们以前学过天气热，这个热啊也是阿ツイ，汉字部分写作暑假的暑字，阿ツイ还可以发成零调阿ツイ。不过如果把它俩变成名词的形式，发音就不一样咯。热度是阿ツサ，是一调，而厚度是阿ツサ，零调，这一点可以稍微有个印象。好，接下来是弁護士，弁護士，弁護士。弁護する是辩护的意思，所以弁護士就是律师了。在日本，律师是很受人尊敬的哦。大家喊律师的时候也是要喊先生的。话说回来，想在日本当医生或者律师是非常困难的，竞争啊非常的激烈。一般来说，日本最聪明的人都去学医了，其次啊就是学法律。反观咱们国家，貌似最聪明的人都去从政或者从商了，这样的人才资源分配是否也是社会形态很不一样的原因之一呢？好，回到课堂，下一个单词是音乐家，音乐家，音乐家。比如我们说贝多芬是著名的音乐家，ベートーベンは有名な音楽家です。下一个单词，孩子们，子供たち，子供たち，子供たち。子供是孩子，たち是加在人称后面表示复数的，所以孩子们就是子供たち。下一个，一对，两个人，二人，二人，二人。我们以前学过一个人是一人，那现在大家得再记一个，两个人是二人。那三个人呢？大家还记得吗？呵呵，三个人开始啊就简单了，三人。那后面大家还会数吗？四个人是四人，记得哦，四要读哟，四人。五个人是五人，六个人是六人，七个人七人，八个人八人，九个人九人，十个人十人，这些都要会数哦。好，下一个词是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比如孩子们的教育很重要，就是子供たちの教育が大事です。下一个是历史，歴史，歴史，歴史。我们不能够忘记历史，用日语怎么说？歴史を忘れてはいけません，对吧？用什么什么てはいけません表示不可以什么什么，禁止做什么什么。好，下一个是文化，文化，文化，文化的意思。我喜欢日本的文化，怎么说？日本の文化が好きです。很好。下一个社会，社会，社会。社会，比如说未来的社会会随着一个个的选择而改变。一つ一つの選択で未来の社会は変わる。下面是法律，法律，法律，法律。誰でも法律を守る義務がある。每个人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好，接下来是战争，戦争，戦争，戦争。与之相反的是和平，日语写作平和两个字读作平和，平和，平和。托尔斯泰有一本名著叫做战争与和平，日文的译名就是戦争と平和，有没有人看过啊？
戦争は嫌だな。戦争が起きればたくさんの人が死ぬ。人が死ねばまたいろんな人が悲しむ。そういうのが嫌だね。やっぱり平和が一番。皆さんも一緒に平和を祈りましょうね。じゃあ次、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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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剧里常常会有这样的台词。お前の目的は何だ？或者何が目的だ？意思是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虽然大家平常可能用不太上，不过可以记一下这两个说法哦。下一个单词是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的意思。我们常说安全第一，日语里也是这么说的，读作安全第一。在建筑工地应该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哦。好，下一个是論文，論文，論文。大学毕业前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写毕业论文了。那毕业论文日语就叫做卒業論文，卒業論文，可以简称为卒論。另外还有博士论文，就是博士論文，以此类推。好，接下来关系，関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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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咱们汉语里的这个关系这个词啊，用法差不多。比如 A 说，你们俩什么关系？あんたたちどんな関係なの？ B 回答，跟你没关系。お前には関係ない。这句话很实用哦，可以记一下。还有我们说，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啊就到这里。日语就是時間の関係で今日の授業はこれで終わります。老师也很想这么说，但是接下来咱们还有好多东西要学呢，打起精神来继续加油吧。好，接下来是搅拌器。ミキサー、ミキサー、ミキサー，源于英语里的 mixer。下一个是水壶，牙缸，牙缸，牙缸。还有喝啤酒时需要的瓶盖起子，栓抜き，栓抜き，栓抜き。吃罐头时还需要罐头起子，叫做缶切り，缶切り。缶切り，由于瓶盖啊是拔掉的，所以是用抜く这个动词的名词化抜き，而开罐头呢是把罐头上的盖子切开的，所以用的是切る这个动词的名词化切り。栓抜き缶切り，不要记错了。啊，对了，罐头叫做缶詰め，缶詰め，缶詰め。下一个是風呂敷。風呂敷，風呂敷，这是用来包包裹的布。比如说一家人出去郊游，妈妈准备了美味的便当，就会用風呂敷把便当包起来带去哦。好，下一个是算盘，そろばん，そろばん，そろばん。据我认识的90后的孩子说，他们都没有摸过算盘呢。嗯，可是我小时候还学过打算盘呢，果然是有代沟啊。不过索罗邦应该也快要淘汰了吧，现在都有计算器了，会打算盘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呢。下一个是体温计，体温计，体温计，体温计。用体温计量体温日语怎么说？体温计で体温を測る，记得用測る这个动词哦。好，接下来是材料，材料，材料，材料。石头，石，石，石。金字塔，ピラミッド，ピラミッド，ピラミッド。我不可能告诉你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ピラミッド这个单词的，所以说啊，有些单词还是可以选择性的记忆，大家估算一下自己能否能用得上这个词。感觉完全用不上的，那就保留一个印象。感觉经常用得上的，那就拼了小命也要背下来。不同的单词也需要区别对待哦，这样才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嘛。好，下一个是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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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意思。说到 data， 我就想起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プラチナデータ》
白金数据。电影版是由二宫和也和风川月司主演的哦，讲的是高科技高智商犯罪哦，喜欢推理剧的同学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啊。差点忘了，还在上课啦。接下来是 file file file， 文件夹的意思。下一个是ある什么什么，ある什么什么，ある什么什么。那这个表达还蛮常用的，比如昔昔あるところにおじいさんとおばあさんが住んでいました。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地方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那这里的某个地方就是あるところ。同样的，某个人就是ある人，某个东西就是あるもの，很好用哦。好，下一个词是一生懸命，一生懸命，一生懸命。这个词挺有趣的，写作一生悬命四个字。注意一下悬字的写法哦，不要写错了。这是一个副词，意思是拼命的做什么什么，努力的做什么什么。最常用的搭配是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我会努力加油的。好，最后一个单词なぜ、なぜ、なぜ，为什么、为何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以前学过どうして什么什么，那比どうして要更随便一些的问法是なんで什么什么。今天我们学的这个なぜ呢，是比どうして要更生硬更书面一些的说法。比如说人はなぜ恋をするのだろう，人为什么会恋爱呢。天使はなぜ堕落するのか，天使为何会堕落。好，那这是なぜ表示为什么的意思。最后跟老师来熟悉几个专有名词吧。联合国，国連，国連。致爱丽丝，エリーゼのために，エリーゼのために。德国作曲家贝多芬，ベートーベン，ベートーベン。波兰，ポーランド，ポーランド。好，单词的学习就到这里啦。なんだか出そう、もうすぐ出そう、ドレミファプププ、うわぁ。ぶつかり合って困らせて、弱い私でも私はきっと負けないからね、ママ Please don't cry、 笑っててね。ママが小さな頃に描いた夢を私が叶えてあげる、ママ Our dream、 見つめててね。接下来是本课的语法，今天要学习的语法应该说还是很简单的，而且内容也很少，才两个句型而已，相信大家可以轻松搞定哦。好，事不宜迟，一起来看文系一。将来自分の店を持つために貯金しています。将来自分の店を持つために貯金しています。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将来能够有自己的店而存钱中。那这里我们要学习的重点句型是什么什么ために什么什么，前面接动词的字典型或者是名词加 no 的形式，表示为了什么什么而做什么什么。比如文型中的将来自分の店を持つために，ために前面是目的对吧，
目的是将来自分の店を持つ，将来开自己的店。那为了这个目的要怎么做呢？貯金しています，正在存钱。这个句型啊非常简单直接，跟中文的表达也是比较对应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句，熟悉一下它的用法吧。例文一，この夏盆踊りに参加するために毎日練習しています。ために前面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什么呢？この夏盆踊りに参加する，为了参加这个夏天的盂兰盆节舞会。毎日練習しています，我每天在练习。そうですか、楽しみですね。是吗？真令人期待。楽しみ表示期待的意思。好，来看例文二。どうして一人で山に登るんですか？什么意思呢？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去爬山呢？どうして？为什么？一人で什么什么表示一个人做某事。山に登る表示登山、爬山。特别需要注意，这个搭配里用的助词是に。山に登る。看一下回答。一人になって考えるために山に行くんです。一人になる变成独自一人的状态，也就是独处。一人になって考えるために，为了能够一个人思考。山に行くんです，才去山上的。好，那以上是ために前面接动词字典型的情况。那接下来看一下前面接名词的情况。例文三，健康のために何かしていますか？为了健康，你有在做什么吗？健康のために，ために前面接名词时，の可不要忘了加。何かしていますか？这里用何か表示说话人也不确定对方是不是有在做什么，所以使用表示不确定的何か。答：いいえ，没有。でも来週から毎朝走ろう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も不过，来週から从下周开始，毎朝每天早上走ろうと思っています。动词意志形加と思っている，表示自己的意志，打算做某事。我打算从下周开始每天早上去跑步，对吧？皆さんはどうですか？健康のために何かしていますか？先生はね、夜12時前に寝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老师为了健康，努力坚持每天12点前睡觉。瞧，还用上了咱们以前学过的什么什么ようにしている，表示坚持做某事的句型。好，接下来看例文四。綺麗な曲ですね。真是个美丽的曲子啊。エリーゼのためにですよ。这曲子是致爱丽丝。说话人继续解释的。ベートーベンがある女の人のために作った曲です。这是贝多芬为了某个女人而创作的曲子。ある女の人，某个女人。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啊就是エリーゼ，爱丽丝了。那老师问大家，如果老师想把这句话改一改，说成《致爱丽丝》这首曲子是贝多芬为了一个叫做爱丽丝的女人所创作的曲子，这句貌似很长很复杂的句子要怎么说呢？大家可以暂停一下课件思考一下。好，老师来公布答案了。エリーゼのためにという曲はベートーベンがエリーゼという女の人のために作った曲です。嗯，大家看，其实老师也没有动什么手脚，就是加了两个我们前几课学过的 A という B 的这个结构进去。エリーゼのためにという曲，意思是《致爱丽丝》这首曲子。エリーゼという女の人，指的就是一个叫做爱丽丝的女人。怎么样，大家会用这个 A という B 的结构了吗？好，表示为了什么什么而做什么什么的ために，我们先学到这儿。接下来啊，老师想带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这个表示目的的ために和我们以前学过的ように有什么区别呢？大家还记得ように表示目的的用法吗？什么什么ように什么什么，翻译过来也是为了什么什么而什么什么，对吧？那他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老师直接告诉大家就没意思了。我希望大家能够靠自己的智慧找出答案。接下来老师会给大家三组例句，大家可以对照例句分析一下用ために和ように的句型区别到底在哪里。
一定要好好思考哦。よく考えてくださいね。さあ、答えはわかったかな？ためにふように的不同点、大家找到了吗？ OK, 老师来公布答案，看看你分析的对不对哦。ために和ように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面的接续。ように的前面要使用非一直动词。ために的前面要使用一直动词。一直动词和非一直动词的概念老师在ように的那一课就详细的讲过。那考虑到有的同学可能已经记不清楚了，那老师再稍微提一下。非一直动词就是不受我们的主观思维约束和限制的动作。比如说动词的可能态都是非一直动词。另外像是生理现象、自然现象，还有見える、わかる等等都是非一直动词。除了这些以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一直动词。好，那了解了这个区别，我们来看第一组句子。参加する是一直动词，对吧？而可能态的泳げる是非一直动词。所以是参加するために和泳げるように，很简单吧？为了突出这个区别，老师特意在第二组的时候使用了相同的语境，只是更换了ために和ように前面的动词而已。ために前面是自分の店を持つ，持つ是一直动词，而ように的前面是自分の店が持てる，持てる动词的可能态是非一直的，所以是自分の店を持つために和自分の店が持てるように。其实啊，他们俩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拥有自己的店铺。好，第三组例句，其实啊是想为了提醒大家，ようにで前面还可以接ない形，什么什么ないように，而ために是没有这个用法的。不过ために的前面可以接名词加ので形式，也不亏。好，以上就是ために和ようにで表示目的时的使用区别了。很多同学到了高年级还搞不懂这个问题。学了叶子老师的课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对不对？那最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动词特别拿出来说一下，就是表示变化的なる。大家看下面两个句子。弁護士になるために法律を勉強しています。为了成为律师而学习法律。日本語が上手になるように勉強しています。为了日语能够进步每天学习。同样是使用なる这个动词，后面为什么可以接ために也可以接ように呢？话说回来，这个なる到底是一直动词还是非一直动词呢？是这样的，なる这个词比较特殊，既可以做成为什么什么的意思，表示有意志的行为，也可以接在形容词的后面，什么什么になる，什么什么くなる，表示变化这个无意志的行为，比较不太好把握。不过例外也就这一个，大家把なる的这两个例句记下来，以后不要搞错就可以了。不过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虽然表示变化的时候ように的前面可以用なる，但其实在生活中啊，后面接ように的时候前面还是用なれる更加普遍。也许是日本人更习惯在ように前面接动词的可能态吧。比如刚刚我们说的日本語が上手になるように，其实更常用的说法是日本語が上手になれるように。好，这样大家明白了吗？好，那ために这个语法就讲到这儿咯。接下来我们来看文型二。このハサミは花を切るのに使います。このハサミは花を切るのに使います。这把剪刀是用于剪花的。好，这里我们要学习的是表示目的的に前面若是接动词字典型的话，要加一个形式体の进去，变成什么什么のに什么什么的结构。比如文型中的花を切るのに使う，に指的是使用的目的用途。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花を切る。切る是动词字典型，后面接に的时候要加一个形式体の进去。花を切るのに使う，表示的就是用于剪花这个目的。好，我们来看例文五。これは何に使うんですか？何に使う，用于什么？用于哪方面？顺带说一句啊，其实口语中更常说的是何に使う，发成何に这个音的情况比较普遍哦。好，看一下回答。ワインを開けるのに使います。用于打开红酒，对吧？动词字典型加の再加に使う，
表示使用的目的。好，那这个什么什么 noni 什么什么后面除了使用 tsukau 还经常使用的词有哪些呢？利用する、時間がかかる、いる、いい、必要、便利、役に立つ等等。大家可以对这些词有个印象，因为基本上啊只有这些搭配，不太会有其他的，所以啊记住这一些表达基本上就够用了。比如外国へ行くのにビザが必要だ。要去外国的话签证是必须要的。その問題が難しくて理解す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る。那个问题比较难，理解起来要花点时间。OK, 来看例文六。日本では結婚式をするのにどのくらいお金が必要ですか？日本では、在日本、結婚式をするのに、为了举办婚礼、要举办婚礼的话、这里就是动词字典型加のに、表示目的的用法。どのくらいのお金が必要ですか？是要大概多少钱呢？什么什么のに必要、表示为了达成某个目的、需要什么什么。看答句。200万円はいると思います。至少要200万日元。为什么老师会翻译出至少这个意思呢？因为は如果接在数量词后面的话是表示最低限度的。200万円はいる，就是说至少需要200万日元。好，这是は加在数量词后面表示最低限度的用法。我们看答句。え、200万円もいるんですか？诶，要200万日元这么多？嗯，那老师又是从哪里看出来说话人觉得200万很多的呢？因为他在200万円这个数量词后面加了一个も。も接在数量词后面的话是用来强调数量之多、数量之大的。所以200万円もいる，就是说要200万日元这么多。好，为了强化记忆，我们来用わ和も接在数量词后面的用法造个对话。 A 说，要是走着去的话，再快也至少要花30分钟。歩いて行くと、急いでも30分はかかると思う。30分はかかる，就是说至少要30分钟。然后 B 说，要30分钟这么久啊。30分もかかるんですか？30分もかかる，就是强调30分钟很久的意思。好，哇接在数量词之后，强调最低限度。摸接在数量词之后，强调数量之多，大家要记得哦。Yes, 最后一个例句。そのバッグは入れるところ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那个包包有好多口袋啊。入れるところ指的是放东西的地方，也就是口袋了。ええ、是啊。財布や書類やハンカチが別々にしまえるので、旅行や仕事に便利なんです。財布や書類やハンカチが钱包啦、文件啦、手帕啦，这里的呀呢是表示并列列举的助词。別々にしまう指的是分别装、分开装。然后用了しまう的可能态しまえる，能够分开装。ので因为钱包啦、文件啦、手帕啦都可以分开来装。旅行や仕事に便利なんです。对于旅行或者工作非常的方便。这里也是用了刚刚的什么什么 noni 什么什么这个表达的另一种接续方式。如果你前面接名词的话，就不用加形式体验 no 了，直接说什么什么你什么什么，表示目的用途就可以了。仕事に便利，就是说对于工作很方便。老师再举个例子，近くに店がないので買い物に不便です。附近没有商店，买东西很不方便。你前面的買物是表示用途、目的，后面是跟了评价，買物に不便，买东西不方便。好，那以上是你表示用途、目的的用法。如果前面接名词，后面直接接你什么什么；如果前面接动词字典型，那么要接のに什么什么。后面常用的表达有使う、利用する、役に立つ、時間がかかる、いい、便利、いる、必要等等。好，那今天的语法我们就学到这了。再跟老师把今天的例句来朗读一遍。一、この夏盆踊りに参加するために毎日練習しています。
そうですか。楽しみですね。2. どうして一人で山に登るんですか？一人になって考えるために山に行くんです。3. 健康のために何かしていますか？いいえ、でも来週から毎朝走ろうと思っています。4. 綺麗な曲ですね。エリーゼのためにですよ。ベートーベンがある女の人のために作った曲です。5. これは何に使うんですか？ワインを開けるのに使います。6. 日本では結婚式をするのにどのくらいお金が必要ですか？200万円はいると思います。え、200万円もいるんですか？ 7. そのバッグは入れるところ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ええ、財布や書類やハンカチが別々にしまえるので、旅行や仕事に便利なんです。なんだか出そう、もうすぐ出そう、ドレミファプププ、うわぁ！最后来听一首歌吧，来自 Kato Media 和 rap 歌手 Wakadana 一起合作的 Lovers 爱人，主要唱的是一对恋人纠结的心境。老师觉得这首歌的亮点在于歌词，老师说好久没有见过这么有良心的写词人了，除了副歌部分的几句几乎没有重复的部分，这一首歌的歌词量都足够倒腾出两三首歌了，害我现在都没有记全。话说这首歌还有个版本是由男生主唱女生伴唱的，也就是这首歌的姐妹篇了，讲的是这首歌里男生的心声，有兴趣的同学课后可以找来听听看哦。好，先来听听这首女生主唱的 Lovers。 I love you I need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yeah.どんな君も受け入れる、そちがって人生重なる、二人に何かが襲っても最後には愛かかって We belong。 私は今だけが全てって、君はいつもどこか不安そうって、君のそういうとこが好きで、自由な私を君は好きで、悲しい目でつぶやいてた、大切なものは目に見えない、どんな言葉を君に投げかけても届かない、今さえあればいいのに、不器用すぎて一致だし、今は少しステージになって Love だけ Baby I love you Baby I need you愛してる君だけを Baby I love you
番大切だって言ってる割にそばにいれなくて、俺の行動と言動が逆で、傍から見ればいいカップル、代わりに言われると切なく、君は無理に作り笑ってる、早く幸せにしたい、それは俺次第。もともと見ず知らずの二人、今大切に寄り添う愛の塊に流って溶け出しそう、世界中を敵にしても Baby I